前情提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康多收法。上一集我们来到了 Roblox 的毁灭模拟器世界，然后把等级一路升上去，现在已经到了等级16，也换了两种不同的武器，第一种是火焰喷射器，第二种是巨无霸炸弹，最后也拓展了许多的地图啊。正片开始。哎呦，我们这个蓝色箱子也可以开了耶，看一下。Super Jump， 还有加5等呢，哇，它直接让我变成21等，然后跳得非常高，好猛哦！这个箱子一定要拿，时间一到就要拿。蓝色箱子的冷却时间是20分钟，金色箱子又可以开了，看一下金色箱子给什么。额外的速度，哇，我现在跑非常快，每5分钟就可以开一次金色箱子，我现在跑得非常快，跳得非常高，非常有的效率啊！46000块，我们测试一下这个。30000块先留着，我们测试一下蜜蜂枪，挺有趣的。我们现在20等，我们可以到下一张地图。下一张地图是桥 ，OK， 哦，不是桥，是船。这个感觉，哦哟，蜜蜂枪，这感觉像是灯塔。哦哟，我们的炸弹炸一下蜜蜂枪。哦，我们再测试一下蜜蜂枪的力量。哇，我们直接跳到最上面放一颗炸弹，那蜜蜂枪，我有3个蜜蜂飞过去的样子，我们再仔细看一下。哇，我直接被炸飞。在最底下放一颗炸弹感觉不错，我被卡住了。哦哟，把这个桥船，这个船直接被我炸烂，再放一个炸弹，这炸弹滚下去了。蜜蜂枪，蜜蜂枪看起来非常有力耶！哇哟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在原地射个蜜蜂枪，那我人就被炸飞嘞？哎呦，地图重置了，地图重置了。各位观众看到也觉得这个威力非常的强大哦。我只是在正面放个蜜蜂枪射一下，我人就飞走啦，有够扯，超扯！我们再试试看能不能再飞一次。哇哦，飞好高哦，真的是飞好高！哇，这上面全部有炸弹，再放一个炸弹，射一下，直接开了一个洞。这刚刚的灯塔被我照下来了，一射炸弹真的威力非常的强，你看一炸就知道，毁天灭地呀！炸弹才是这游戏最强的武器吗？蜜蜂枪，虽然炸弹的重新装备时间有点长啊，蜜蜂枪，不知不觉积木快存到15000个了。蜜蜂枪，哇，我们再把这个铁柜全部炸掉，我们再从中间塞一个炸弹，上面再射一下，哇，直接炸烂。蜜蜂枪的威力，赚了30000块钱哦，现在有60000块，我们再把炸弹增强一下。什么东西啊，怎么会有派啊？50000块的派，这个派炸弹我们直接买了，我不管，派炸弹我来了。我们现在测试一下这个派的威力有多强。 OK， 派炸弹已经放在这边了，从远处观看，哇，直接把这个塔全部炸掉，直接把它炸下来，变成比萨斜塔啦，它完全倾斜了。再用一个派炸弹，好强！行，再用我的这个蜜蜂枪把这个船全部毁。我们现在讲求效率啊，派炸弹扔在这个塔，蜜蜂枪去射那个船。哦哟，我觉得这边可以开个洞哎。我们这边开个洞之后，再放个派，嘿，看一下威力。哇哦，毁天灭地！真的是毁天灭地呀，各位！现在钻积木的速度越来越快了，现在一转眼间，我的积木就已经8800了，又快满了。偷射一下，哇！我的派炸弹好强，好强，真的好强！现在火箭的威力有点低落，哎，海盗大炮15000，
看一下，七万我可以买个蛋糕，我们存钱买个海盗大炮，我很想买海盗大炮。OK， 存个15万，赶紧赶紧赶紧！哦哟，我只是在正面使用我的蜜蜂枪，我人怎么就飞走啦？而且这飞走的威力非常的强大，24等 ，OK。OK， 各位，我们现在金钱到了16万，16万可以去买我们的海盗大炮，威力750倍。虽然6秒补弹时间有点长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用用看。15万就这样没了。金箱子刚好可以开，看一下。金箱子又给我的9万块，赚烂！各位真的是赚烂，我花了15万买一个海盗大炮。结果金箱子给我9万块，简单来说，这个大炮只花了我6万块。我数学好不好？6万块就可以买到这个海盗大炮，看一下它的威力，看起来就非常强哎。这海盗大炮的威力一点就是非常强悍哦，爆炸就是艺术，来。哎，有点奇怪哦，再来。哦，这边看起来比较有力量啊，那那个角度不太对。炸的东西不对，就看不出它厉害的之处。哇，你看，就炸一下就知道海盗大炮多么的强悍，爆炸就是艺术，一下就快把这些船毁掉了。再一发，来，我们把这座塔全部射掉。来喽，看一下，哇，好大的威力！我们从这下方开始。垂直往上开射，哇，看不到。不过这座塔已经掉下来了，这座塔已经被我毁掉了。哦，背包一下就满了，13万，感觉可以那个也换个炸弹了。我们要跟派大弹说再见了吗？12万，邪恶机器人宝箱。那我们存22万。我们去买邪恶机器人，奇怪的东西啊，邪恶机器人就是个炸弹。虽然可以到下个地方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个地方是哪里。25等，哦，喷射火箭，火箭卫星台，看来是个花钱的地方啊，真的是个高科技花钱的地方啊。火箭直接被我炸掉，我一定要把这个火箭射下来，把它底座全部先炸了一遍。我们先把它底座全部炸掉，它一定会下来的。哎，哇，还剩一点点，我们还剩一点点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射一下！哦吼，坠倒路！哎，没有坠得很彻底。来喽，我想去火箭的正下方进去，进去吗 ？OK， 我们进到火箭的内部了。我们在火箭的最里面扔一个派炸弹。我们请这个火箭吃个派，我们再请他吃个海盗大炮，直接毁掉。这是什么？这感觉是个星球啊！哦，是个中空的星球。这种时候就要去里面丢炸弹了。毁天灭地，有没有看到？各位有没有看到毁天灭地？背包又满了。我们炸完这一波，再回去买个邪恶机器人。完美，因为这海盗大炮威力非常的强，这样就变成说我的派炸弹已经逊色不少了。不行不行，我们现在伤害要平衡。虽然我炸弹才是我的信仰，但是我们的伤害一定要平衡啊，这样才是最有效率的方式。那我们一下就升到26等，超快。再继续把这几个星球全部炸掉，背包直接满了。这就是积木城2倍的力量。来了，我们可以买邪恶机器人了。哎，22万5千，邪恶机器人走起！哇，走起，邪恶机器人！哦，你们看到我手上拿了一个机器人，好可爱哦，机器人！等一下，你就要变成我的炸弹了。我们来测试一下你的伤害如何。看能不能把那座很高的东西把它炸下来啊？先把它底柱全部炸掉。欧射一下海盗大炮，来了，机器人，机器人炸弹，
哦哟，直接把一半的柱子全部炸掉，再用海贼大炮一个 combo， 这个塔就没了。我们在这里面放个机器人，来来来，这边就可以看出它的威力了。嗯，好像还好，这个星球太大了，威力还不错，威力还不错。好，蓝色箱子又可以开喽，来个好东西吧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额外的速度跟18万，额外的速度跟18万，我的妈！他给我18万，我们存个钱买这个，哎，可以买中型金属罐。我们买了一个中型金属罐，可以装35000的积木，这样我们又可以一次赚更多的积木再回家了。哇，速度才2倍，真的超好用，那跑超快啊！虽然我们那个装备的时间还是一样，不过没关系，移动速度变快，也可以增加你的效率。这游戏真的非常讲求效率啊！来来来，这地方应该快被炸烂了，我觉得它差不多该重置了啦。火箭的地图已经刷新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直接在火箭的下面放机器人炸弹，来来跳上去，这边先炸一下。哎 ，OK， 跳上去，来机器人炸弹，见识一下它的威力。嗯，还行，还行，我只能说还行。这个其实这张地图其实也不太好炸，因为这是中空的星球啊，中空的星球很麻烦，我炸弹威力不太够，不能直接把一整个星球全部炸掉。哦呦，背包又满了，金色箱子又好了，我们看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接下来要买什么。我们再买个火箭好了，再买个大炮，活用弓。哦，我们买个大炮好了，活用弓，补弹只要2秒，虽然伤害这750的话就跟我们的海盗大炮一样，没关系，但是补弹速度超快，2秒钟就可以射一发。OK， 我们存65万，金色箱子刚好可以开，来 ，Super Jump。啊，我觉得 Super Jump 是最没用的，跳很高又没什么用，不如来个金钱2倍，或是积木2倍，或是给一点钱，我觉得都是最划算的。有没有看到我海盗大话补弹时间要6秒钟，那效率就差很多。哇，被击飞了。OK， 各位，我到30等啦，我可以到下一张地图了。来，30等到什么？哇，这什么地方啊？下集预告。哦，有飞机，有飞机，有坦克，这是个军事基地啊。金箱子又好喽！哇，直接给我31万块！哇，这把活用弓好帅，真的好帅啊！各位，我们射一发。